因为亮色它会自然的放大，对吧？暗色呢，它会自然缩小。所以你这样看这个形是不准的，是不准的。所以一定要形跟色彩一起画，啊，这跟中国的那个中国绘画不一样。中国你比方说画这种画就是工笔画，啊，把形勾好，把那个黑白的那个晕染晕层次把它晕好，然后再来上色，它几个是分开的。但是写生这种油画它不行，一定是一体的，就是造型色彩这是一起的，而不是把造型先弄好再来画画颜色。在所有的这个绘画过程当中，都是在色彩那个都在画色彩的这个过程当中把形调整好，一定记住是在色彩的那个过程当中把形调整好。那么观察色彩呢，一定不能盯着看，一定不能你说我看画他的脸我就盯着脸看，画他的头发就盯着头发看，不行。因为你盯着哪里，你自己的眼睛的你的颜色的色感细胞啊，我们眼睛的色感细胞它会调节，它自动的调节。你看那个红色看多了，本来一眼看上去是红的，你多看两眼那个红色就会衰变，是吧？你看那个绿的，你一眼看上去是绿的，你多看两眼那个绿的也会衰变。所以观察色彩就是一眼上去撞上去，不要盯着看。所以你看过去很多那个画画的，就是他会把眼睛虚起来看，眯起缝来看，看见没有？他为什么把眼睛虚着看，把眼睛眯成缝来看呢？他就是看整体，看整体的这个颜色在这个整体里边的是什么颜色，是什么关系？就是他这个肤色一定要在这个颜色之下观察它才会准确。你单独的观察肤色观察不准，你单独的观察每哪一块的颜色你都不会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